由 Akira 领军的 EXILE 防狼兄弟将于12月9日在北流开唱，这也是他们的首场海外单独演唱会。成员们今日抵达台湾，一早就有歌迷等候接机，大家带着各种应援物，气氛真的超热闹。姐夫 Akira 打头阵，带着成员们出关，笑容满面，开心藏不住，现场尖叫也超大声。另外今天也是成员田崎靖浩的生日，粉丝们超贴心送上祝福。也特地和歌迷一起合照，真的太期待明天的演唱会喽！Bye.